本三年级上册第三单元单词分解领读。face 脸 ear 耳朵 eye 由 a 滑向 e eye 眼睛 nose nose 鼻子 mouth a u ow mouth 注意 th 咬舌 mouth 嘴 arm arm 胳膊 hand hand 手 head 头 body 身体 leg 腿 foot 脚 school 我们听起来是 school 两个清辅音遇到一起时发音非常的费劲这时方便发音我们会把这个 k 轻轻的浊化成 g school 学校跟着小雅老师学英语每天进步一点